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186万余件馆藏。单霁翔院长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他的守护人又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刚刚接到国立老师的任务，说让我去寻找一件叫慈母的国宝，听着名字就觉得很霸气，还是蛮期待的，去找找看。故宫陶瓷馆呢，展示有历朝历代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400余件器物，它们包括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然后商周战汉青瓷的创烧，接下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的大发展，隋唐五代的青瓷、白瓷以及唐三彩等等器物，然后就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和八大窑系，以及辽金西夏的一些重要的窑口。下面就是元代创烧的青花瓷，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明代的青花，明代永宣风格的青花。就乍一看呢，就觉得乾隆的风格和别人的就不太一样，它的颜色偏复杂偏重。那所以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的那件慈母不在这些里面。不在。那在哪里？就是它。不过这样看，它的颜值确实挺突出的。慈母的全称叫各种釉彩大瓶。各种。不是就这一个瓶子吗？怎么还各种呢？是因为这尊各种釉彩大瓶上集结了历朝历代最名贵的釉彩，一共17种。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品，然后因为它的内在，所以也爱上了它的外在。非常期待您能够带来符合各种釉彩大瓶气质的前世故事。好的，我也希望我是一个称职的守护人。我是国宝各种釉彩大瓶的守护人王侃，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家宝藏国宝守护人王侃。我是国宝守护人王侃，我要守护的国宝是各种釉彩大瓶。这就是惊艳天下的各种釉彩大瓶，高86.4厘米，也叫慈母。之所以叫它慈母，是因为它是我国官窑瓷器中器型最大、釉彩种类最多、工艺最复杂的瓷器，堪称瓷器之母。究竟工艺复杂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在它的身上集合了从宋代到清代17种最具代表性的釉彩，而这每一种釉彩在瓷器界都是独当一面的扛把子，脾气、秉性、体质各不相同，要把它们齐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导致全器尽毁。这样一件传世瓷器，创制它的人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呢？我是王侃，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各种釉彩大瓶的前世传奇。故事就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皇帝之一，不但文治武功兼具，在艺术方面也是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喜好书画，热衷瓷器。有一年，乾隆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做一款集历代大成的瓷瓶，这可难住了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奇怪的是，乾隆的世界乱入了两个完全不可能的人物，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乾隆尊称其右军先生；元代画家黄公望，乾隆尊称其一峰先生。这几个人之间会发生怎样奇妙的故事呢？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烧纸方法研究出来了没有？呀，万岁爷息怒！万岁，这一个瓶子17种烧纸工艺，工匠们来来回回都试了上千次了，才试成了8种。继续试。啊，是，万岁，景德镇肯定能试得出来。只是这图吧。图怎么了？万岁，自圣祖仁皇帝起，这御用瓷器可都以素雅为主。现在一个瓶子17种花色，有点过了吧？你们不懂，就是要过。要是王羲之、黄公望这样的艺术大家在此，肯定能体会我的赤诚。要是他们知道您把人的作品都弄成那样了，都得气活过来。胡闹什么呢？臣愚钝。万岁，你可3天3夜没有合眼了，可要小心龙体呀。我小憩一会儿，殿外候着。是。你，在下王羲之，先生书法我敬仰已久。哦，对了，我要做一个集历代大成的瓷器。什么瓷品？你来看，我的快雪时晴帖被你糟践成什么样了？你数数，被你盖了多少大章？你说你盖章也就算了，还题字。您的字境界高深，我提一些简单的诗句是为了让后世百姓看得懂。那你在人家黄公望先生的画上题字，也是为了让后世看得懂？就是啊。那还真麻烦您了，看来老夫的画实在是太深奥了，得提55处后世才看得懂啊。一峰先生的画太妙了，每次翻看我都会有新的体会。你刚说你要做一个集历代大成的瓷瓶？正是。您看看，您看我这瓷瓶的造型真的不好看吗？如此画风老夫欣赏不来。哎，我问你啊，你要做这么个瓶子，你家里人知道吗？我皇阿玛要是在世肯定支持。荒唐。皇阿玛，闭嘴。二位先贤，弘历虽任性妄为，但并无诋毁之意，我代他向二位赔罪了。皇阿玛，您也不了解儿臣啊。先祖向来喜好庄重淡雅，而你呢，任性妄为，弄些个大俗之风，我大清的颜面何存？让朕如何懂你啊？哼！皇阿玛，您从小教导儿臣要文武兼治，现在四海统一，儿子也要让文化昌盛，做这个瓷瓶也是为了让后世知道我大清能集历代瓷器的大成。即便如此，也不该落得个大俗之风。右军先生，您喜好书法，可知中国的书法从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几千年一直都在变化。一峰先生绘画超群，可知绘画也经历了主题风格的变迁。如今我造一个与历代审美不同的瓷器，就一定是错吗？一定要做。要做。儿臣要集历代大成，让后世人记住大清的盛世。就算后世嘲笑你的审美，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怕冷眼。你不怕后世说你浮夸炫技？我就是在炫，我炫的是景德镇的匠人，我炫的是大清的盛世。万岁，万岁爷。画稿出来了吗？万岁，请看。好啊，好。精美的珐琅彩，天津色的汝窑，素雅的青花瓷。几千年来，中国匠人创造出多少奇迹，如此融合怎会不美？这才是我大清盛世的集大成者，这才是盛世该有的风范和心态。我不求天下人理解，只求让后人知道，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故宫博物院这次推荐了各种釉彩大瓶，它在烧造的工艺上及我们历代瓷器烧造之经验，把它集于一炉进行了创新。它反映了清代国力昌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自信，同时呢，瓷器的烧造技术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案例。这件瓷瓶呢，它的独特性在于不仅仅是像刚才剧中所说的一种技艺的炫耀，更重要的是你看上面的一些几种装饰，它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那是真是独一无二的。那王凯，我听说你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古装。第一次。作为这件国宝的守护人，你觉得乾隆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乾隆这辈子啊，他很顺，一路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嘛。对，他有一种现在的话说叫迷之自信。迷之自信。所以我会觉得只有一个单纯任性自信的人才会去做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事情。乾隆爷要是能听到他这番话呀，肯定觉得碰上知音了，说不定就赏。魔贵一官半职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凯开启各种釉彩大瓶的今生故事。我呢去故宫文华殿里找慈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有一位志愿者为我提供了讲解服务。他说这是他在故宫讲解陶瓷的第五个年头，如果你去过文华殿，没准也会碰到过他。我叫张申，申是两个生活的生并排写。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我，好吗？随时问都行。对，任何问题都问，别忘了我就是回答问题的人。从2013年开始呢，我就成为了光荣的故宫志愿者团队中的一员，到现在呢，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的累计服务次数是245次，累计服务时间是490小时，服务观众数千人，真的从来没有什么观众能把我问倒过。你今天看到它是什么样子，10万年后看到它什么还是什么样子？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无氧化二磷。都市的园林在墙上有很多花窗，我们透过花窗可以看到远方的景。乾隆皇帝显然希望将历朝历代的最有代表性的釉彩都集中在这个器物上。他们会问你很多问题，千奇百怪的问题，那么你就一定要去解答这些问题。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清楚的，但是当你做讲解的时间长了，自然就，我现在可以基本保证自己可以解答几乎所有观众向我提出的问题了。嗯，陶瓷馆问不倒。下面我们有请问不倒的故宫志愿讲解员张申。哇，国立老师你好，这么高啊他。太高王你好。你好。张申，啊，外号叫问不倒。嗯，没错。是吧？真的问不倒你吗？先问问你个人情况吧，什么学业呀？平常工作是干什么的？我是在国外读到研究生，我是做企业战略咨询的。那你觉得我们故宫这企业怎么样啊？那当时是最顶尖的企业了。我要是去了故宫这个陶瓷馆，
你会怎么跟我介绍？说，同志，您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这个瓷瓶啊？你怎么给我介绍的？那样的话，我会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故宫陶瓷馆。故宫陶瓷馆呢，是我们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一个常设展陈之一。它的位置呢是在太和门广场的东侧文华殿之中。当您走进文华殿，首先映入您眼帘的就是这尊瓷母。而瓷母在陶瓷馆中的地位，就是代表了整个中国陶瓷史中技术上的集大成者和真正意义上的巅峰之作。你能跟我们说一下烧制这件各种釉彩大瓶有多难吗？要说到难度，我想我们先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工艺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自上而下一共分为了15个装饰层，一共17种不同的釉彩。嗯，先来看第一层，在大瓶的口沿处是珐琅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它的纹饰呢是胭脂紫地缠枝宝相花。第二层呢是洋彩，同样属于低温釉上彩。第三层是仿宋代的哥釉，属于高温单色釉。接下来在大瓶的颈部呢是青花，在这个颈部两侧呢各有一只金彩的螭龙耳。在青花的下面呢是松石绿釉，接下来是仿宋代钧窑的窑变釉，在窑变釉下面这层呢是斗彩，属于高温釉下彩跟低温釉上彩之间的结合。在斗彩的下面呢是粉青釉的贴塑。接下来在大瓶的腹部，也就是它的主题纹饰，是霁蓝釉加金彩，色地上有12幅粉彩开光。这粉彩开光呢分为6幅写实画跟6幅锦地。写实画包括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和博古九鼎。6幅锦地他们画的都是万字、蝙蝠、如意、攀枝、灵芝和花卉。在腹部以下呢是仿宋代的官釉，属于高温单色釉。接下来又是一层青花，这层青花是仿明代永宣风格的青花。接下来一层是粉彩，下面一层是珊瑚红釉加金彩回纹，接下来一层是仿宋代的乳釉，属于高温单色釉，最后一层是酱釉加金彩卷草纹，其中酱釉是高温颜色釉。我们讲说让文物活起来，怎么活起来？其实就是需要像张生这样的人，他是真爱这个东西。是的，如果你不到一种真爱，你说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多层釉彩，你看有的是高温釉彩，有的是低温釉彩，烧制的温度它根本就不相同。所以我也一直好奇，我们清朝它没有温度计啊，它那你说这窑工是怎么控制说，哦，我这个是高温，我这个是低温，他怎么去烧制啊？这个我们知道古代的窑工呢，他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比较简单的测温方式，比如说用肉眼去看窑炉中火焰的颜色，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使用一种一次性使用的测温瓷片，都是非常简陋的一些测温方法。以我们今天的技术来说，比较好烧的釉彩在古代却是非常难烧的。我们来举个例子，像这件大瓶那层窑变釉，窑变釉中使用的是高温铜红釉，只有在1250度到1280度这个30度的区间内才能够呈现出红色。如果呢温度稍微烧得高一些，颜色就烧飞了，就没有了。如果温度低一些，颜色就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条件特别的苛刻，对于古代的工匠来说烧造难度很大。那所以像这样我觉得应该成功率应该不会很高吧，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高温铜红釉，它的成功率可能不会高过20%。如果要想烧造出一尊如此完美的各种釉彩大瓶，显然我们就需要把各种釉层都要烧制完美。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假设每种釉层的平均的烧造成功率是，咱们往高了算70%吧，70%。那么我要想将一尊拥有17种不同釉彩的大瓶烧造出来，也就是70%的17次方。哇，哇，0.002326。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咱们从概率学的角度上讲，通常我们会把低于5%的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0.23%，那么这样的概率在实践中就是几乎不可能烧成的，而这尊瓷母却真的烧了出来了。当我们看到这尊大瓶的时候呢，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乾隆皇帝
跟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以及无数工匠之间的一种对话，就是所有人都在跟乾隆说，哇，这件事情太难做了，你需要面对太多的技术上的难题。乾隆皇帝他就能骄傲地对所有人说 Yes I can I can do it and I did it 听你刚才这一番话是不是一种享受？那张生，我也想问你，你除了热爱以外，大家的掌声和赞赏你的时候，也是你做这个讲解员的动力，直到现在呢？其实对我来说，更主要的还是简单的想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传递正能量的事情。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这么想，我们每一位故宫志愿者都是这么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需要有人去守护和弘扬。我们每一位故宫志愿者都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其他的几位故宫志愿讲解员，那我们也有请他们上场吧，好吧？好，那我们掌声有请。这个老师傅，您怎么带这么多牌子呀？您这些就是我做志愿者工作13年的一个见证，这些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你们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高斌霞，是故宫博物院钟表馆志愿者，我来自首钢。我叫王佐诗，我是这个团队里边年龄最大的，我今年73岁。11年来，我为游客服务讲解了1100多个小时，这个就是证据，还有考勤记录呢。我是李奇功啊，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担任志愿者，到现在呢是已经讲了13年了。我是赵小福，我本职工作呢是一家外资酒店的学习与发展经理。我叫闵丽华，我原来在首都机场从事的是修理飞机发动机的工作，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故宫里行走了13年。我叫金宝岩，我曾经做过的工作是电气工程师。我叫陈宇慧，我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从2013年起，我在故宫的珍宝馆和书画馆担任志愿讲解工作。我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我叫高小雨，是一名设计专业的研究生。也是因为去年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兴致冲冲的就是申请过来当志愿者了。来故宫呢也刚刚满1年，其实是一个萌新志愿者。我叫高希，我在2015年呢博士毕业，通过考试正式入职故宫的宣传教育部，专职从事志愿者管理工作。各行各业的，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我还真是有点好奇啊，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吸引你们来故宫做一个志愿讲解员？我可以这样讲，我每次进到馆里为游客讲解之后，看到游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为我连声道谢、鼓掌、鞠躬，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和愉悦感，这种感觉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这种高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跟我说，我教给您一个名词儿，您这个叫心灵的高峰体验。听到这些以后，我们可能在座的也有很多年轻人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故宫的志愿者，那我倒想替他们问一句话，想成为故宫的讲解员难吗？确实不容易，首先要通过报名填表、统筹筛选、面试、笔试、集中培训、现场走台、实地考核，通过这么多道程序。我自己当年就是非常想成为一名故宫的志愿者，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亮点，怎么才能确保能够成为志愿者？我当时就在报名表上写了4句诗：花甲新游不欲归，夕阳返照彩霞飞，时时运辟休停步，不信春风唤不回，表达了我的一个心情。一看这诗肯定得答应，是吧，王凯？我小的时候啊，我没有在北京生活，那个时候我的愿望就是到北京看天安门、看故宫。在这里你们向
来故宫的游客想说一句话，你们说什么呢？故宫的开放区域已经从过去的只有一条中轴线，到现在开放了总面积的1/4。未来的故宫将带给大家更多、更好、更精彩的展览。我们新一代的志愿者也会努力地让更多的同龄人走进故宫，让大家知道故宫不光是一个观光的景点，更是一座世界顶尖的博物馆。所以希望更多的有志的同龄人能够加入到文博和故宫志愿者的行列中来。欢迎大家，特别是年轻的小伙伴们，多来故宫找我们玩儿。我们可以一起拍一拍没有滤镜的红墙，或者是逗一逗我们故宫最可爱的那些玉猫。我们在这里等你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到故宫600周年2020年的时候，我还在故宫做志愿者。我的外孙女今年才4岁多，我希望她将来也能够到故宫当志愿者，继承我的事业。还有传承呢。故宫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给您的讲解每一次都是新的，怎么办？常来。感谢各位啊，故宫屹立于神州大地600年了，一位位志愿者通过自己的讲述拉近了我们和国宝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你们同样也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者。下面我们为各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宣读守护人誓言。我是王凯，我们是故宫志愿者，我们志愿守护各种釉彩大瓶，守护遗址，守护国之瑰宝，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单霁翔院长推选的第3件国宝是什么？他的守护人又是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1982年的时候，我来故宫拍学员精神，每天我都骑自行车从西园出发，一直到故宫这边来。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游客，所以每一个角落都有宝贝。我记得有一次拍戏的时候，我穿着西装，一身红袍，跑到咖啡店外面的城楼上面，发现月亮很大。回头一看，就看到整个故宫的一个剪影。我那个时候就想，哎，以前的皇帝会不会在这个角落看自己的家？我跟故宫还是蛮有渊源的。这里就是我要守护的国宝的所在地。这是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石鼓，上面是由大篆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文字，因为刻在石鼓上，所以被称为石鼓文。经过1000多年风雨剥蚀，上面的字很多已经消失了，他们身上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这块石鼓跟其他的就好像不一样，就好像给人割成一半一样。我觉得看一个民族有多伟大，就得看它的文字。很多国家的文字都已经灭亡，但是汉字的生命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我们每天都使用文字，不会觉得有多伟大。可是中国方言那么多，如果没有文字，该怎么交流？人在他们面前真的很渺小，但是为了他，人又可以是非常的伟大。我是石鼓的守护人梁家辉，国家宝藏，我来了。让我们有请国家宝藏国宝守护人梁家辉。
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梁家辉，我所守护的国宝是石鼓。这是十块命最硬的石头，因形似鼓而得名石鼓。石鼓上原来刻有718个字，用大篆体书写，是汉字演进历史过程的活化石。即使到今天，它经历了2300多个年头，718个神奇文字仅传327个，但是石鼓仍然能够跻身在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的行列，这其中的奥妙何在？我是梁家辉，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石鼓的前世传奇。唐朝时期，石鼓横空出世，自安史之乱起，便开始了逢战乱即丢失的坎坷之路。幸运的是，几乎历朝历代的文人名士都竭尽全力地寻找石鼓，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和他的父亲。司马光是文学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史学家。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正是由他编纂，而他的父亲司马迟也是一代名士。石鼓的前世故事，就从司马光追忆少年时期与父亲的一段感人岁月讲起。冷于杯水，淡于秋，远莫出穷到渡头，这是我父亲的诗，自我决定要编撰通史，自有同仁皆为我忧心。我明白，他们也许以为我埋头修史书，是为了躲避落寞的仕途。其实，自我幼年在父亲左右，就见他不是前途尽毁，也要保十面石鼓，把千年文脉以正史观。那场景近日常常浮上心头。怎么办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办呢？救命啊！救命啊！父亲，父亲，父亲！刚刚有人跳进水缸里了！啊，快带我去！哎呀，没事啦，我在那堆假石鼓里捡了块，把它给砸了。哦，砸得好，砸得好！哎，父亲，你怎么还在研究石鼓啊？不是已经集齐了，向圣上交差了吗？是集齐了呀，可其中有一面，为父也不知道真假呀。啊，这是欺君啊！哎呀，喊什么喊？待会儿把圣上招来了。圣旨到。你个乌鸦嘴呀、啊！跪下，臣司马迟接旨。朕拥昊天之眷命，奉祥府尹司马迟承命自朕，逆石鼓于关中，请皆智能而不辞，遂成之。然朕究其奥义，宜作圆或虚，是三日断其真伪，若待当诛。臣谨遵圣命。司马大人，圣上特意叮咛，这石鼓可不得有假，否则上伤先祖之名，下愧后世子孙呐。来人，把石鼓放这儿。回宫。大人慢走。父
亲，父亲。儿子不明白，不就是石块大石头吗？陛下为何说得这么严重？又是愧对先祖，又是愧对子孙的，还要治父亲的罪。哎呀，你又不懂，别瞎问。父亲就说说说说嘛。我们华夏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天差地别，但是依然可以交流。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书同文，如果没有汉字，连沟通都是问题。这石鼓上的文字可能就是最原始的文字啊。突然觉得每天用的汉字都好厉害呀。那这个石鼓不会是假的吧？你个乌鸦嘴，去去去去看书去。父亲，哎呀，吓死我！是假的吧？把你的乌鸦嘴给我闭上！是真的还是假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别在这儿烦我。哎，父亲，这个字我好像认识，不是说这是原始文字吗？看来我很有天赋嘛。得了吧你，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统一的文字是小篆，小篆又是从石鼓文等文字演变而来的，而我们今天用的楷书又是从小篆演变而来的，属于一脉相承。认识几个字不稀奇，有本事你好好学习，把这些都给我弄明白了，那也得是真的才行。谁告诉你这是假的了？你的表情出卖了你。我，你，哎呀！这是什么？今早刚刚得到的做原石鼓的拓本。哎哎哎！小心，小心点！事情不一样，是假的。为夫该如何是好？我如实回禀陛下。那之前不就是欺君了吗？父亲，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不我们把它毁了吧，把那道缸给，反正没人知道。哎，不可不可，那可就是欺骗后世子孙了呀。啊，有这么严重吗？谁还不会写错字啊？这不是写错字这么简单。父亲，很多人都说我们华夏民族没有信仰，可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果连这点信仰都糊涂，那我们何以为人呢？可是父亲就能因为几个字而死吗？司马痴宁愿一死，也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父亲，父亲。孩子，好好学习。若是为父回不来了，父亲，父亲！父亲。今天是你的忌日，你心心念念的卓原石鼓早已重现人间，不过已经被屠夫当成是磨刀石。现在十面石鼓被供于凤翔孔庙，极可惜上面的文字依然未被破解，但儿子相信总有一天后人能参透石鼓上的奥秘。父亲，你说文字是咱们的根，它能记录历史，让后人有迹可循。儿子想把父亲的教诲传承下去，用毕生精力编撰一部通史，总结历史的得失，汇集当世君王。可是父亲，石鼓出现于盛世，消失于乱世，
尽管今天时局混乱，但以大宋今日的政局，石鼓以后的命运又会怎么样？1127年，靖康耻，金人掠走石鼓，有弃之荒野，石鼓再度遗失。1300年，元代余吉再度集齐石鼓，迁至文庙，此后再未遗失。此次故宫博物院推荐石鼓，它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平常我们说有文字的文物比没有文字的文物更重要，而在这些石鼓上面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内容和这么美好的书法艺术，所以呢它被称为石刻之祖。关于石鼓的研究呢，现在也有很多人，但是呢也有很多未破解的地方，既然是谜，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去研究它。它自身的经过这2000多年来的这种跌宕起伏的自身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历史上的信息。石鼓继承来了中华的文字，同时又是中华书法艺术之祖。那么从文字研究啊，到书法研究啊，再到石刻艺术研究，它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刚才各位馆长对于石鼓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么故宫博物院也在众多国宝级的文物中把石鼓奉为国宝中的国宝。我们明年要建一座石鼓馆，把这些石鼓的故事讲得更好，真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的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使我们中华文明得到更好的解读和呈现。哎，佳慧，你今天守护的国宝是石鼓。嗯，我们在给石鼓召集一个守护人的时候，单院长啊就跟我们说，这石鼓在陕西，而且很多传奇的故事大多也都发生在陕西。嗯，说石鼓如果会说话的话，一定说的是陕西话。啊，单院长就说我们最好找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来守护它。可是我们想来想去，最后我们选择了梁家辉先生。哟，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虽然我是香港土生土长，但是我依然能够理解1000年前身在陕西的司马慈跟司马光父子为什么一定要找到真的石鼓的决心。嗯，就因为这石鼓上留下来的是祖宗留给后世子孙的汉字。香港和陕西距离很远，陕西话和粤语的差别也很大，但是呢我们能够彼此理解彼此认知，就是因为汉字。嗯，是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的根，是他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紧紧连接在一起。咱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故事，跟石鼓相关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韩愈他写过石鼓歌，宋徽宗他为石鼓还镀了金身。但是我听说呀，在挑选这个故事的时候，梁先生非常坚持要讲司马慈和司马光这对父子守护石鼓的故事。哎，我好奇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小孩，我的小孩生长在一个多种语言的地方。嗯，可能他们说英语的时间比说粤语或者是普通话的时间还要多。对，更不要说使用汉字，我很担心他们会忘掉我们的文字，忘掉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以身作则，也希望他们能将这种意识给下一代。梁家辉老师这么做就是一种父子传承，守护石鼓的前世故事也是一个父子传承，接下来我们要引出的石鼓今生的故事也是一个父子传承。我们有请梁家辉为我们开启石鼓的今生故事。在我跟石鼓接触以来，我发现这十块石头有一个很奇怪的定律，每逢一到战乱它就会丢失，
比如说安史之乱、李唐的灭亡、郑康之乱，但是有一群人打破了这个定律。1931年，日军侵华，东三省沦陷，战火很快就蔓延到北平。那个时候，故宫的博物院刚刚成立了6年，上百万件的国宝面临着被洗劫的危机。那时候的故宫人做了一个很巨大的决定，他们要冒险将13000箱的国宝南迁。我在参观宝运楼的时候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面从左第二位，他的名字叫梁廷伟，石鼓就是由他一路护送，走遍了半个中国以上。抗战胜利以后，他的儿子又毫发无损地将石鼓运回了北京。最后守护这个石鼓的重要任务又交到了他的孙子的肩上。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梁家三代故宫守护人。喂，我叫梁金生，在故宫博物院呢工作了多年。我觉得最骄傲就是我参加了故宫这个最近一次的文物大清理，这一个一个库房一件一件的文物都数出来以后呢，是180多万件。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和我父亲都是先后就职于清宫和故宫博物院。像我祖父和我父亲他们参加了古物的南迁，当时的石鼓呢，我爷爷他们负责押运的这批，50年的时候呢，这个我父亲他们又负责把这批这个石鼓啊和其他的一些文物陆陆续续都运回了北京。我们兄弟5个人呢，这个都是跟南迁这个相关的地方出生的，东归到了南京，我出生了，叫金生，金陵。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只要他们要用我，我就不遗余力的奉献我自己的力量。有请梁金生先生。大家好。咱们是一家的哈，梁老师你好。哎，梁老师，哎，您好您好，有意思啊，国宝守护人姓梁。我们要讲石鼓今生的故事，主角还是姓梁，他们梁家跟这石鼓有点缘分啊。梁老师，您今年贵庚？别贵了，咱们就69岁就行了。69了，比我大不了多一点儿。那咱也是该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怎么我瞧着你还在骑着自行车上班啊？08年就应该是退休了，但是院里没让我走，一直就返聘我，这一聘就有10年。刚才家辉啊跟我们说您祖父和国宝南迁的故事，我们也很好奇，当时13000多箱文物要踏上南迁的道路，那您祖父那辈故宫人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去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在运上的这个古物南迁的时候，社会上有很多人反对，就觉得说你把国宝拿走了有点失民心。但是当时故宫考虑呢，咱们国家国破山河在，他入侵进来我们可以打出去保护我们的这个国家，但是这个文物要是再遭毁了，咱们文脉就断了，这个文化就丢了。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个文物到南迁，这样在那个33年的时候，故宫的上一辈的这职工们就押运着13000多箱进行了南迁。这一路的文物南迁历时16年，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经历了轰炸、楼扣、车祸、火灾，上百万件的文物，但是无一丢失。它是创造了
二次大战史上的文物保护的奇迹。其实梁先生的家里也还有一段传奇，就是梁先生的兄弟姐妹五个人都是出生在石鼓南迁的路上，而他们的名字都是根据石鼓所到的地方而取的。哦，这有一个路线图，最上面那个走最后到的峨眉，这石鼓每一个都近一吨重，这多难走啊！这个是过陕西得走秦岭，秦岭翻秦岭，大巴山，大巴山，对呀，蜀道难，说的就是那儿。对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不是有这句词儿吗？对不对？到了峨眉以后呢，就生下了我哥哥。当时我爷觉得起名呢，干脆就以这个文物南迁这个地点来起吧。哦，所以他就叫梁峨生。我们家呢又到了乐山，生了我姐姐。啊。乐山古代叫嘉州，所以它叫梁家生。然后到抗战胜利以后，这批文物又陆续续运回了南京。嗯，这就有了我。过两年又有我妹妹叫宁生。哦，宁是在江宁啊。哦，江宁，江宁嘛，江宁知府说的就是南京的。对对对，南京的事儿。对对。然后我父亲他们呢，又把这些古物又运回北京以后，有了我弟弟。北京的燕呢，对，叫梁燕生。所以我们五个人的名字正好，所以画了线图。我们这里还有一张梁先生的全家福，这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哎，怎么少一个呢？对呢，不是五个呢吗？我哥哥没在这里头。1949年，这些故宫的古物呢，要运到台湾。我爷爷呢，就守护这个文物呢，去了台湾了。临走的时候呢，就把我奶奶、我叔叔和我哥哥一起带走了。哦，故宫的文物吧，从南迁开始，它都是在移动的，所以到了1949年去台湾呢，就认为和以前那种转移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嗯，也没想到后来说这一家人就再也见不到面了，没有通信了。那您祖父跟哥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呀，80几年以后，才开始。是，30年前的嘛。对，30年前才开始互相的互动。才知道了。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祖父已经去世了。哦。对。我哥哥呢，还在。然后可以两岸流动的时候，他回来了。其实，在那个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虽然台湾和我们只隔着一道海峡，但是那个时候。想回家是真不容易，所以这种乡愁也是多少我们从大陆去的故宫人的遗憾。可是就算是如此，他们的心也都一直守着这个国家，守着我们这个故宫，这是他们做了一辈子的事情。梁老师这一辈子也就把这一件事做到极致。哪件事？那就是清点故宫的文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故宫186万余件文物，就是梁老师一件一件这样给数出来的。186万余件，这要数起来得数多长时间呢？梁老师，这个工作呀，不是光数，它是要核对文物的名称。嗯。卡片的名称、账务的名称和文物的号都要对上，还要跟历史的事件上联系起来，要把这些都给它清点清楚。哦，这是所以用了7年嘛？7年的时间，各位。对，啊、那我想问您，7年时间做这一件事枯燥？我觉得是很有趣味的。通过对文物的核对，我可以跟已经流失了的时间。跟他们的对话，哎呦，啊，跟他们对话来找出这件文物的真实的情况，这也是对故宫人他们以前那个恪尽职守的那种精神是一个继承吧，要不然也对不起他们，他们冒死来运这些文物，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更应该珍惜它，更加的保护它，也是一种传承，对。传承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大，但其实就是靠一个个人，一对对父子，
一个个家庭用身体力行去做出来的。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今天还可以在故宫看到石鼓，看到那么多的国家宝藏，看到我们的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我们感谢梁先生与梁家辉先生，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石鼓今生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为两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两位宣读守护誓言。哎，国立老师啊，哎哎啊，接下来的国宝守护誓言，我想请出一组特殊的嘉宾与我们共同宣读。为什么还有特殊的嘉宾？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故宫的，是新一代的故宫国宝守护人。今天他们来到我们国家宝藏的现场，将会跟我们一起宣读创作于1931年的故宫守护队队歌。哇，那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巍巍故宫，耸峙苍穹，雕梁画栋，巧极人工，文华武英，太和乾清，体象天地，实力且宏。巍巍故宫，古物悠悠，观之璀璨，代代世崇。金坛周仪，藏画宋词，意乱思秦，罗列礼仪，谁其守之？唯吾最是。谁其护之？唯吾最是。我是梁家辉，我是梁金生，我们是新一代故宫国宝守护人，我们志愿守护石鼓，守护历史，守护中华文脉。今天三件国宝前世今生故事已经全部都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为我们来揭晓答案，为何故宫博物院会在186万余件的馆藏中挑选这三件宝贝。故宫博物院这三件文物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石鼓承载着自先秦时期所奠定的文化内涵，刚健、秩序、进取，用最早的石刻文字记录着我们文明的博大。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则将华夏山河的宏伟囊括于画卷中，以巅峰水准的艺术作品诉说了对宏伟壮丽家国天下的情怀与眷恋。各种釉彩大瓶是对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提炼与整合，充分表达了一个古代中国综合实力最辉煌的时刻，表达了数千年文化积淀下对自身物质文明的自信。三件国宝站在5000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所筑大国梦想的历程。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愈发坚信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将继续创造和延续伟大的中华文明。谢谢单院长。最后，到底哪一件文物能够入主国家宝藏策展？谁将代表故宫博物院入主太和门广场？我们共同期待。我们下一个博物馆再见。